认识老母娘天，上帝是否存在天？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，我过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又违天理，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，只有天最高大。天，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道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形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，无不知其名。想名曰道。心境经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知己是也。